各位球迷，各位大热天桃园队十号的队友们，两队的领队，中华职棒的杨秘书长，中华电信苏总经理，今天是中华职棒总冠军赛的开幕。今天的开幕之战，我有信心，乐天桃园队一定会夺冠，对不对？过去的八年，我陪伴着南丁狗三连冠，乐天桃园队接手三年来越打越好，我们十号队友们一起为乐天桃园加油。连续七天的比赛，我们希望连四胜，好不好？夺冠以后，我身后的两个全彩型的 LED 荧幕，一个换好了，另外一个夺冠以后就把它更新，好不好？10月8号、9号两天，在市政府广场，我们也会举行现场实况转播，届时25位乐天女孩也会陪伴着所有10号队友，一起帮乐天桃园来加油。我想，桃园这八年已经证明，我们是第一名的棒球城市。我们从三级棒运到职棒，都是桃园最强。桃园棒球加油，乐天桃园加油！谢谢大家，谢谢市长。